我卡住了，也是你赢了。哦，他也卡住了。我的球太规矩了，这个位置。你只要拆下面那根就行。无奈了。我要。好嘞，我赢了。又了。都掉下来点我的。干嘛都撞我的？应该先提前拆下面。哇，无奈啊！这边一下子就下去一堆。还会掉下来，下面是白棒，而且正好你的卡住，下面是白棒，直接通过，不可能的，这也是一个白棒，哇、哦，吓死了，这个卡，为什么我觉得每次都是白棒？谁能告诉我？